这个季节一定要喝的汤，低卡又营养，由热下两个鸡蛋煎至定型，加101度的开水，汤汁才会浓郁。搭配裙带菜，它的口感脆嫩，含钙量更是牛奶的10倍。再放裙带菜，嫩豆腐煮3分钟，最后加白色的盐，枸杞调味，汤鲜味美，男女老少都爱喝。